亚荣师姐、陈焕宇师兄、亚一之师兄表演。如果是在习道师八卦太极的一个经历，是陈焕师兄呢，他资历是比较浅，但是呢，他打铁呢，他的底子打铁呢，又马上的进入状况，请各位慢慢的一个欣赏。加油，欢迎。各位来宾师兄姐，慢慢的一个欣赏。刚才邵老师讲的，何谓逢转气自生？
谢谢。